什么塞住？马桶。认真。马桶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让我写作文好了。那你们可以用，就是。对啊。要把。K。开拍摄的时候也是要这样，我现在没有看了，我这样过了，这样我塞住。我换一下，你看不到啦。你拍到我了吗？有。不要随便做事情。好，一回合开始。那你买鞋的时候，店里面有正妹吗？他什么都不敢做，哎，做事。你最近有练什么歌？最近练我们第三首新歌。那你觉得前两首的难的部分吗？好强！你也错了，你看，你也输了。尖锐小子，哎呦，我觉得我不可能赢啊！认真，这可以拍吗？这可以拍吗？直接在暗线。珍珠奶茶一杯，有吗？